我们边喝茶边聊天。啊，谢谢常。我晓得侬是哈族专家。我就会经验写个书好吧。这两年大家在了关注啊，这个侬拍那嘛个啥短视频啊，蛮好白相啊。我不晓得侬这个拍好之后，侬自家听到啥反响？那嘛啥想法呢？阿拉妈一直横说出来，阿拉妈讲侬不要再拍我了，伊讲我这都小车上去讨价还价冇讨来了，放了伊在讲，没侬成了那妈对吧？阿拉妈讲不能讲，硬他两地对吧？现在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伊讲我现在讲要主正了，伊讲我要端正点了。自由读书呀，那我侬讲投书包呢是王家做好。一般讲起来，做演员的人啊，才是比较注意自家形象。我发觉侬了这个短视频里向不乖的，头发乱七八糟，胡子拉碴，就出镜了。我还觉得是生活嘛，真实点，真实点。哎，伊什么伊角色对不啦？搿角色需要。嗯。平常来屋里向嘛，特别帮妈妈啥来一道，我觉得那个。真的稍微真的点嘛，在胡歌上很难过啊，我老难过。这一趟弄的胡歌、刘涛你们一起做一个环保的节目，我觉得还很有意思。一路前行，一路前行啊！你们这次是不是这个整个拍摄的过程还是充满着艰辛的，是吧？蛮艰辛的，比我们预期的要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吧。主要我们分了三个大的地区。如果拿那个省来说的话，青海一个省，然后海南一个省，然后就是回到我们上海这边，上海市。然后，青海我们最高走到可可西里，大概海拔在4580左右。有高反吗？蛮厉害的。嗯。晚上睡觉，我跟胡歌一个房间，我们俩把那个氧气瓶都开着。一路上你们，肯定经历过一些人和事啊。现在想起来，哪一些片段，哪一些细节？还是让你们挺感动的，因为这次是胡歌我还有刘涛我们自己发起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想为环保做点事情嘛，所以我们这次出去主要是想把我们能看到的能感受到身边的这样一些环保的问题去反映出来，所以路上挺触目惊心的，就是当我们去到可可西里去到很多地方的时候，看到满地的这种游客抛出来垃圾，整袋整袋的，整条路上，哎呀，我们下车捡了好几次，但是每次我都在节目里就说，我说光靠捡是肯定捡不完的，就想捡完肯定是做不到的，就是只有从源头开始，大家不要扔，就是还是要提高这种环保的意识。一路上你们三个人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三个人特别熟，就是我跟胡歌跟刘涛，我们都20多年的朋友，就几乎大家都是彼此之间是非常非常了解的，那么长时间在外面，就除了拍戏以外的时间在一起，那这次意义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一起聊到最多的就是对这次行为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跟我们想象的真的是不一样。我们印象很深的是胡歌这次非常惊险的，就是他我们三个人分三条线，他被分到一条上雪山一条线，他要整个要在雪山，然后到了山下面要住一个晚上，完全是住帐篷，然后再从山下带到雪线，再到雪线如果可以的话再要上雪山，这么一段过程。但是我听他的转述告诉我的是，他们在山上遇到了非常不可测的一些情况，然后几乎黑着天下山，然后他说我的容错率是零，一旦跨错半步，他说我可能今天看不到我，非常非常惊险，然后水也没有了，带的灯也不够了，摸着黑，然后在半山腰住了，在斜坡上住了一个晚上，要经历这么一次考验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的，我们去了热带雨林，然后地上全是那个蚂蟥，然后经常就是会在脚上啊身上，他什么时候进去你都不知道，就当我们发现什么都互相发现，你背后怎么一滩血，就是已经吸血
就是很真实，就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没想到会那么真实。你们三个人的这个组合，其实大家就会想起这个《琅琊榜》，你们也复刻了一些这个《琅琊榜》的这个经典的一些场景啊。因为我平时是喜欢摄影的，我喜欢拍照，所以这次我就带了自己的相机，带了我所有的那个拍照的设备，然后沿路就没事就开始抓拍，就抓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其实有些现在网上看到很多照片是我拍的，是我故意去构图，然后是、对，模仿当时我想象的那个我们电视剧那个构图画面，然后我是想好后期会去做一个对比的，当时你们拍这个《琅琊榜》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戏后来会没有那么火？没有，完全没有。2014年，然后剧组找到我演大将军的时候，因为我知道男主是胡歌，所以我没有犹豫，我就去了。在那个角色上，其实我做了蛮多的，加了蛮多的自己的一些我的一些感受和看法。你塑造的这个大将军的角色，跟过往大家想到的这种大将军的这种威武啊，这个严肃不苟啊，这种形象不一样，而是比较搞笑，比较这个。萌萌的是吧，算是一种创新嘛。当时挺感谢孔笙导演的，能给我这么一个大的空间去发挥，因为一般的古装戏里的这种将军不会这么去诠释，一般都是以威严为主嘛。对，我就当觉得如果老是这样板着去演挺没意思的，所以我想跟导演商量，我说能不能换一种我想象中的方式。关键是我跟胡歌熟，我们俩演戏基本上就是一个眼神，就基本上他都知道我在演什么，他知道我要怎么演了。是不是这个符合你生活当中的个性？哎，对的，有一点点。我觉得这个跟你抖音里面差不多。上海人讲，所以应该说谁继续，没好不讲了呢，就不会显得这个人物很古板。对，友情啊，其实那个胡歌。跟你个性上其实有点像的啊。老实些，哎，老实些。所以，侬眼睛里，侬觉得最实些啥体？一小朋友啊，他经常，可能外人觉得他哎，就是很扮得很整，对吧？很帅帅的那种，不苟言笑。但其实他是很风趣的一个人。我们这次出去，他经常就会捉弄我，就跟以前一样。怎么捉弄？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嘛，我们俩就床可能中间就隔了个过道。那天我很累，我就躺在这边，就靠在那边给他写密他写。哎，他就给我偷拍张照片，偷拍了就偷拍嘛，偷拍我空了给我什么，我把了给他对吧？我说你们给给了还，你把拍张照片，你发不我刚才有毛病吧？我刚，他说很安详一个。一这个没得谁，就是他可能跟熟的人在一起会很放松。出生于1976年的陈龙，原本的人生轨迹和演艺圈没有任何交集。那段时间我自噶欢喜拍戏，葛末呢我就上一场搿搭寻群众演员嘛，葛末就经常里面在做群众演员。葛末开始么是，我老开心了，每个大概总归大概得30趟好叫我。葛末去他们10块到20块里，对吧？敢说啊？九几年蛮好嘞。哦。你们包顿中饭，对吧？那么有辰光嘛，抢都有光抢不得饭，我讲没人管侬呀。那么侬等忘了做啥呢？啥地方工作呢？自个上班嘞，我嘞各种就各种光了开广告公司，跑业务，那么一个头一个大概得500块左右种工资了。但是搿都我倒无所谓，但是跑龙套老开心了。后头嘛就是讲，人家讲哎，侬好开个讲闲话伐？讲台词伐？50块。哦，讲闲话就亏50块了。讲起来是50块，我讲我可以呀。那么我讲我欢喜是吧？我讲让我试试看，那么就去了。这种活现在讲起来就很有乐趣，你知道吗？就是你很沉浸在中间，然后拿着这个钱也很开心，马给钱马给老三，老开心了。胸无大志又马给钱钱，我这个老开心，又老开心，我比每个的零工再开心就。哎，搿辰光侬做群众演员辰光，侬看见过最多的明星是啥人？奥美对吧？搿辰光，我拍过《新上海滩》，张国荣跟刘德华那个电影呀，老早了。搿辰光我就是路高头走来走去，但是看到口袋了，真觉得啊，这么大的明星，终于看到了。你觉得这段跑龙套演群演的这个过程，学到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你知道自己什么位置，这个很重要。就包括到今天也是一样，你什么位置做什么样的事儿，
我妈妈这样跟我讲，到啥山摘啥啥，搿是伊个老闲话，搿句老古闲话，对对，到啥山摘啥。阿拉祖母也同我讲过，对个。就是你自己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觉得任何心有什么心态上的这种不平衡，包括谁哎突然很红很好，比你超过你了，这种阶段你说有吧，可能也会入行了之后也会有，但是很快就消失。我记得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我跟王宝强做访问，他说他有一次做群演的时候，葛大爷过来摸了一下头，说你不错，那个细小的动作对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励。在你的这个做群演的经历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现象？有，真的有。就在我最当演员最初期的一个阶段，上映的老演员们帮了我很多，但他们是无意的，我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我们拍了一个当时的合拍片，那合拍方另外一方，因为我们是新人嘛，当时我可能就一两集的戏，然后拍完之后他们就不给结账，不帮我结账，那么我行李啦、老表啦啥侪没有了，就老狠了，就是跑他们老保了，就是这样子。然后上映的一些老演员特别特别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们说你们这么欺负个孩子是不行的，人家一公司有几滴啊，那个钞票不肯付。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印象很深的齐明远老师，黄大亮老师，他们就联合起来说，你们今天不给这孩子解决了，那我们也没法拍了。我的自己方面也不一样，就因为婆一个从阿里巴巴。而为你仗义直言了。对，但是我当时孩子，我就是个小孩啊，我是谁啊？那对我来说很感动。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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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印象当中，你第一次就是被大家所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当年的偶像剧，《真空爱情记录》是吧？对，这个算是你的成名作吗？我的第一部就从群演一下演男一号。那。怎么完成这个跳跃的事情？突然会找到你。那个戏当时在《新民晚报》上招演员，可能也就这么小的一块招演员的一个启示，被我们家一个亲戚看到了，然后当时他就知道我喜欢这个嘛，一直在外面演戏嘛。我当时到处跟家里人说我是演员，我在外面演戏，他只在包老头了。所以我们亲阿拉亲戚解释的，解释的整笼子鱼，所以他就把那个报纸就拿给我妈了。他说那个。你儿子喜欢这个，他当演员的嘛，他说让他去试试。我当时也就寄了简历过去。然后前后面试了我三次吧，印象很深是96年的中秋节，我接到了剧组的电话，说确定用你了。我说这个嘎嘎根本没提我，我觉得这都是靠几个的形式。对对对对，靠几。我在醒来在我印象老深老深的，我还得随时的我得到公用礼物。我去打牛尾过去，那个决定要弄了。哎呀，我真的开心死了。因为我是没有任何表演的经历和基础的，我突然一下子去担当一个男主角，其实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扛过来了，我演下来了。因为那个时代的偶像剧几乎没有，我们应该算是第一部，算是鼻祖了。你是大陆偶像剧的鼻祖，现在算是鼻祖了。一播出之后，没想到会反响会这么好。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年国庆节，我跟他妈他去斗舞去看邓琪，就如果你看个子弟的哦，跟三星，那就是楚哲言嘛，成龙，我觉得是个，哎呦，你认得我了，有种感觉对吧？这感觉蛮好的，感觉老。那么我也不是讲，以后我说我就可以，我已经演男一号了嘛，我就会不会有很多戏来找我啊？但其实后面的两年并没有，一部戏都没有。你想过吗？为什么就是？这个火了反而两年没有人找你演戏。还是跟自己的能力有关系。就是可能在专业的眼光里，可能当时的成龙他还是属于不会演戏的。但是没办法去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能那部戏当时我们的年龄比较适合，然后情节啊，包括尤其是讲上海的这个氛围的戏，整个团队把你托起来的，并不是你已经到了那个位置。但是当时自己会混淆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男一号演。但后来真的没有，我又去跑龙套了。那时候打电话叫我去跑龙套，啊，跑龙套去啊？还要跑龙套？我有过一段这样的不平衡的时间。但是后头我还是去了，把戏放到那边来。我还是去了，我还是一样去，就走来走去也看不到我。还是一样跟大家就蹲在那吃盒饭什么的。那段时间其实
蛮难熬啊。我基本后面演的戏都是最多就到男二号是到头了。嗯。然后几乎就是怎么男三号、男四号这样，反正有戏我就演嘛。嗯，那段时间还没有到你去挑戏的时候，就好在我说我到今天还保持了一颗我对演戏的这种热情。嗯，我演每部戏我都像演第一部戏一样，因为还是欢喜了。嗯，真的到 IT 把欢喜了，可能就真不怕。嗯，那还真是的，真的是。就是我听说，我听说你拍戏还是这个很拼的，说你那时候拍那个《如来神掌》受伤了之后，你也不说。啊、就病累是吧？病累，这个手骨折，粉碎性骨折。嗯，当时实际上是道具的那个桌子，他们可能为了做效果，把它已经去锯了，已经有点晃了。嗯，然后我在这上面一跳，跳了以后整个桌子就翻了。嗯，我人就摔到地上，可能手一撑也是个寸劲儿。嗯，当时其实已经骨折了，我不知道。嗯，然后剧组的人家好心，嗯，你在搞，哎呦，那手上来，那就开始帮我捏，哎捏。好嘞，血不穿我也穿。嗯，我都越怕越痛，越怕越痛。我到了，怕到凌晨，我实在吃不消了。嗯，我讲我太痛了，我讲我到医院去。等医生把我这鼻子拍一讲，快点吧，快点弄嘛，再不能讲这手没用上了。哎呦，那么我跟侬讲，叫我坐了该。嗯，麻药也没打，两个医生摁着我，一个医生帮我拉，帮我复位啊，俺上上帮我拉回来。哎呦！我这手筋，搁手那个，这手，搁这手臂在这里，手腕在这里，手在这里了已经。哎呀！硬拉回来。哎呀呀呀！痛！但我现在想想，我也痛。嗯。我一米痛没久，我把八十了，我第二个八十，太痛了。嗯。坐进。哎，你听一下坐进对吧？对，听一下坐进。当时很多人还是有质疑的，质疑声非常大。嗯，大到什么程度啊？我当时不敢上网，网络谁来摸？啊。他不是偶像剧演员吗？嗯，他怎么能演山东好汉武松呢？我们武二郎不是这样的。当时我就得蒙一拐网线，我那把网线一拔，嗯，我也不上网，那时候也没有 WiFi， 都是插网线的嘛。对对 对。把他顶到拐他，嗯，就天天研究武松，嗯，我心里就想你，反正你先跟谁讲，你说什么都没用的，嗯，你就演出来给大家看吧。哎，那当我很奇怪，当时导演为什么坚持说你可以演武松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又是就是我很莫名其妙，都跟当年我接到那个电话是一样的。那运气是蛮好。我运到这个了。嗯。而且据我所知，已经找了别的演员已经在演了，他们已经开拍了。啥？不是武松现在又定你来演了。那、但我刚刚进去这个大的那个集体的时候，其实我能感觉到啊。嗯。现在回想，能隐约能感觉到，其实大家对我还是有质疑的。什么都没有做过，你突然就来你演武松了，你凭什么呀？嗯。我隐约能感觉到大家是这种心态。你大概工作了多久以后你可以感觉到这种眼光有变化？我一直到我演完那场单臂秦芳了，嗯，大概是已经要半年以后的事。这场戏导演拍完以后非常激动，然后提早把它全部剪完、拿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这时候才消除大家的疑虑。对，特别是当时最高的制片方，嗯，他们看完那场戏之后才跟我说，陈龙你可以的，放心了，放心了。当时在这个组里边，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个怎么来电的？那年正好在剧组他过生日，嗯，然后更巧的是那天拍完戏了以后，他也没邀请我，他晚上有、他说他经纪人给他安排了，当地有朋友他安排了一个生日派对去玩、那我在无锡当地也有个朋友，那天晚上也叫我去玩啊。那么一出子是不，我出子忙和的不。走了一条路，对吧？咦，我开发，伊顶回来了，我也顶回来了。你们都来去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刚我去啊！哎，我去吧，就是个朋友，伊拉个经纪人讲朋友，就是我个朋友。刚我去个这个事情啊！哎，巧吧？这个巧，所以你们俩这命中注定啊！哎，老好白相，我来一个都跟了我做啥？我跟我没跟了侬。你师傅是不是知道同一只包厢？啊，我讲一只档次啊，那个哎，一桩事体，我讲啊，蛮好，还蛮好。那么过生日吃那个切蛋糕环节，对吧？老开心啊，Happy Birthday， 切蛋糕。那么我就来了以后，对吧？那么经纪人来了，等我来了，对来当着切蛋糕啊，生日快乐。那么一转身来，转身想抱一下经纪人了，转错的方向了，转到我这来了，这生日快乐，哦，俩又抱上了。你抱好一个，又一个，不止一个。你看侬来了得了，我看我这里来了得呀。你在想这个老好不像？哎，我听这个男，你就是说，你们俩这个两个礼拜决定要结婚啊？是？哎，那天就是我们都跳完河里头了，
他们就冷得要死，我们两个坐在船上等，他们在那个布景，嗯，我们在水里已经冷得要死了。我看他很冷，我就跟他聊天，我就怕他无聊嘛。我看，哎，我看有人是不帮侬结婚侬管了，我还干不还了，还晓得吧？没想到一讲管呀，干什么管了？啊，那我顶了港头高头了，够干了。今朝收工，我讲我去买顶红夹子了，个好呀一个，啊啊，我帮表情一样，我啊。你看我不要表现出来，我讲、哦，真啊，走个嘛，阿拉收工就去了，就买了两个，就我。你们俩也太戏剧性了。就这两个。哦，真的、啊。我当时还带就这两个。哦。你们俩结婚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就是讲，伊的生活帮我生活其实差别是很大的。哎，有代沟吧？差十岁有代沟。真的有啊。十岁就有代沟。我喜欢喝茶，我会吃豆腐浆、大饼油条，吃粥的人。哎。伊就欢喜每天面包咯，啥咖啡咯，弄弄就吃搿种物事了。每天一边天要叫一杯咖啡，我讲侬屋里冇冲个嘛，伊不要叫了，我去吧，我帮伊买好弄好，帮伊弄好也勿吃了。伊就外头买，就外头买得了，挂了。后头我说清，我家里准备了很多那种纸杯，侬欢喜吃的，我帮倒进去，帮伊。你就会这感觉了，晓得吧？这人家要有仪式感嘛。他现在喜欢喝茶，他当时不喜欢喝茶、嗯、他茶碰都不碰的。嗯。但他现在非常喜欢喝茶。因为我在有一些视频里边看到你们俩这个生活当中那个状态，我主要王冠的那个 vlog 里边看到你们这个之间的这种很有男男俩你们哇几个就是干。请问我们吵过架吗？经常吵。你谁的问题呢？肯定是我的。哟，镜头一摆不一样嘛。老公，你爱我吗？你说什么？听不见。老公，你爱我吗？在讲什么？你什么时候爱上我？我是一个相亲者。没有，我一直有这个问题的，觉得当，你到底是哪一个瞬间觉得心动的？这时候需要主持人来了。你看上灵芝是第一眼就看上的呢，还是哪个瞬间？这白茶真的不错，你看。主持人王冠与陈龙、张灵芝夫妇是多年好友，平日里时常登堂入室聊天蹭饭，见证了不少这对欢喜冤家的搞笑日常。要想更进一步的了解陈龙夫妇，王冠的爆料自然不可缺少。跟我说到底提态度嘞，我在想我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哦，这个蛮重要的啊，蛮浪费资源。我一爆料没了，上次嘛，娘我去吃饭嘞、哦，我每趟去吃饭，拿这么一桌的菜，然后瓜子儿啊、花生啊，对对对对，我还会带着大米走。就有吃有耐。对对对，他们那儿有很多就是各种食货，对吧？新鲜食货，比如刚刚有的啥红鳝鱼啊。农副产品，对对对对，老赵林芝跟我说，龙哥，我觉得龙哥是那种，就是、啊、是因为比他大一大大十岁，大十岁了，对，将近一轮嘛，将近一轮，所以他的角色应该是很呵护林芝的啊，就是保护林芝的，基本上大事儿小事儿都是龙哥说了算嘛，就是。他是属于小鸟依人，但是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我要就是说，实际上是什么样？实际上想象当中应该是他吧，他完全没有自理能力，全都要靠灵芝。不能，九子哥，他不能自理到什么程度？就是其实他跟我结婚到现在十二年嘛，11年对吧？十一年，就是他身上现在能够放在身边的就是一个身份证跟一个手机，其他们都不好放了。为啥体呢？因为是为了光。我给他身份证他也会掉的，就是手机现在已经退化到手机跟身份证都会掉的。嗯。可看出来帮侬弄根过来。过来。我的脑子都不大好，记性老差，就讲手手一把就忘记掉了。整理行李也要林芝整理的，就是行李。对。就是咱们行李都要行李。林芝根本是哪里的？刚了赤露露一点都好搞了。干嘛？就是他洗澡嘛，洗完澡就是。睡衣什么的，内衣内裤的，都在我的扒了一页，就刚一定要从浴室走出来的那个，可以拿。看得见你了啊！内衣就围在哪能晓得吧？啊、我不穿啊！我弄小人嘛，负责就讲张林子啊，老婆就得走。我讲搿又勿得讲侬自家勿好围的内吗？伊讲我已经习惯了呀。嗯。我尝试着在这两年的时候就让伊自理嘛。我太吃力了，因为小人我也要弄嘛。侬等于在管三个小人。嗯，两个儿子嘎个姨对吧？可是我觉得好像已经你在年过半百了，老儿子，他习惯了。嗯，
他就是离不开灵芝的。嗯，来杨，你坐下，我老外走一趟自行。你晓得不是？哎呀，我知道。我跟他们俩约好吃饭，我们有一个群，三个人，对吧？所以我讲奶奶，我要出来了吧？伊讲，阿俩你坐下我了。侬在阿讲？我为什么？也没讲为啥，然后就没声音了。哥，我想我到底吃啥子东西？过了半个钟头，我讲，哥们我来合适吧？我来合适吧？好了，侬来了，花了不得了。哪能好啊，能哄哄伊就好了，对吧？老小但是吵了辰光老生气的呀，我老生气啊，后头我就帮伊讲，我又来了，又打难次主意了，硬死脱了，伊吵相骂了，等下，我就帮伊吵，吵好了之后，每次还是我赔礼道歉。哎，搿都没想着嘛。对呀。啊。因为我刚离他是为了找存在感，就是想他哄他，不是真的跟他吵架。因为我不陪伊道歉，这个比如讲半个钟头就要出门了嘛，要搞一个多小时，我想他吃饭也没法吃了，算了，那赶紧速战速决那种感觉。哎，侬福气蛮好嘛，在老婆他能陪伊道歉，搿是为了相信业务啊，侬这个相信业务啊，搿是呀，侬搿叫陪伊道歉啊？好了，不要生气了，走了，搿叫陪伊道歉啊？哪个都搞成陪伊道歉了，走，搞都没搞了，烦死脱了侬。没有，这个后面我还会加一句的，不可能等下子侬气不会消脱嘛？我就好了，就是软硬都要来一点的呀。软硬兼施，根本就差不多了。陈龙与张灵芝婚后不久便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当时张灵芝只有27岁，作为演员正处于事业上升期，为了照顾家庭，她基本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而他的付出与牺牲，陈龙也都看在眼里，感怀于心。我跟他做访问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个细节，我笑死他了。就是你第一个孩子，有第一个孩子查出来，一辈子起来，妈妈有一个小人在老开心，一看侬的母乳上鼓了点，又哭了啊！我还没白相过，哭了压低啊！手机关机了2天，我是一个本来觉得我是一个肯定是全天下最不负责任的妈妈，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去培养，我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还要玩，然后到后面就是整个人完全就是为了孩子，自己都没有了，就是整个这种是很自然的一个，好像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发生的一个变化，也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完全愿意去为之付出。甚至到现在我觉得对孩子的成长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自己也完全蜕变和成长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而且我觉得灵芝非常不容易，等于是把事业这个放弃了，然后回归这个家庭，侬心里想有没得有个欲望？我是吧，哎，我还想问了呢，我是后死了，几岁你会得有啊？前三你肯定有的。那个时候因为还有很多戏找我嘛，然后呢也看到别的同年龄段的女演员大家都在往前前进，可是自己还在家里一直就是面对的是孩子和柴米油盐，就会觉得自己的价值的存在感是什么，然后会陷入一段的情绪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就出来又拍了戏，拍了跟胡歌跟他拍了那个猎场。可是你知道当时拍戏的状态，其实我虽然是很享受女演员本身就应该有那个幸福状态的之余，但是附加的压力就其实我的心还是心心念念着孩子。当时在互相选择的是我觉得曹老师我真的很想说的是，就我们接受过很多的采访，女演员会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演员会被采访问到了一句话，就是哎，你是怎么权衡家庭跟你的事业的？所有的人都会侃侃而谈，我是怎么权衡的？可是我想真真实实的说，是无法权衡的。它是无法造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权衡的一个状态。当我自己知道我愿意去为了家庭放弃我的事业的时候，其实它未必是放弃。其实我在不停的在吸收孩子们的东西。作为演员两个字，它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继续去发光的。演员他并不是说30岁之内才可以演戏，那比如说等到我觉得孩子能够到达，他能够放他走了，总有一天我要放他走嘛，他自己要踏上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随时都能演戏啊。我们上影集团很多老艺术家他们可以演到70岁80岁啊，演员不应该是受任何东西去限制的，而恰恰是这些日子我的成长和孩子们身上的成长和家庭的成长以后才会运用到我的角色去当中。而且就是孩子的成长你如果错过就永远错过。对，其实
非常珍惜他现在这个时候、嗯、慢慢的他现在老大已经不跟我睡了，不可能了，我自己一个人、嗯、老二还有时候黏着我会跟我睡、嗯、那再过几年他也不黏着我睡的时候、嗯、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拍戏、嗯、当跟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家庭、嗯、所以这个事情要真的发生了之后可能才会有一个结果、嗯、就是上一次最后一次拍戏的时候就是我摔倒那个时候、嗯、其实也是身体发生了问题才会让我这么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在苏州拍戏，我最后那个戏前几年拍的嘛，四年前吧，只要拍完今天比如说四点钟收工我就委屈了回上海了、嗯嗯、回上海第二天早上五点通告的话四点钟我又去了，你知道吗、哦、我的心就没办法其实权衡的啦、嗯、然后我就在剧组就产生低血糖了、哦、我就直接昏倒了，嗯，就来回赶，嗯，昏过去了，我就拐头搞，拐头搞的在问了老多针。哦，当时我其实特别难受，我哭的辰光，伊来看我，讲，哎呀，我好对不起剧组啊、哦，就老不好意思。对对对，其实是我耽误了剧组的拍摄了。嗯，可是其实又其实两边都没有弄照顾好，我又没有照顾好孩子，然后剧组工作也没弄好。嗯，当时我就跟他说，不行了，我不能够什么都要，我不可以太贪了。嗯，人生其实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也做过演员了，我说我就不拍了，现在我还是以家庭为重。那个时候就，哇，成龙侬多少福气，那老婆多少福气好啊！哎，比如说你现在退居家庭管孩子，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还是会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像好哇，立体，哎，小人大点了，事大了，我就好去拍戏了。其实我也没嘞，其实也没有了，嗯，然后也接近没了，对吧？我接近没了，不会的。等你上了镜你还是会有的、啊、没有啊，我就是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安逸的挺好的，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我做了一个就是开了一个饭店，做了一个小餐饮，哦，真的啊、做了一个西餐厅，我觉得我挺满意现在的我的生活状态、哦、我也不愿意就刚如果在我不喜欢在节奏很快压力很大了就我觉得、嗯哎，我想因为就刚北北姨，然后他其实平时的朋友也很喜欢我的嘛。嗯。那么他朋友比如说聚聚会，我也要去参与参与。他还挺有凝聚力的，就是他能够把很多完全没得嘎拧，对、大家能够哎走到一起，凝聚在一起，然后他的这个像个小领导一样，然后学校的妈妈们就是都窝了像一缸。女人嘛，就比如说跟老公呢、啊嗯、跟家庭的压力什么，那我说那聊聊嘛，诉诉苦嘛，嗯，互相诉诉不就好了嘛，回家情绪压抑了其实对女性特别不好，对对对对，那我就说那就聊聊天，反正也没事，你来嘛、嗯、所以我们家大门都是敞开的，哦，就是谁要来嘛就聊聊天，那我们就把得哦又过了大概都聊聊气嘛、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我就蛮适合做中介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人家平时他寻啥么子啊，寻阿姨啊，阿拉圈子里像很多就是女演员，不是生完孩子之后要找什么那个月嫂什么的、嗯，然后我就要安排，因为我走过来的嘛，啊、嗯，我就储备库里面有很多的人选。那老婆是热心人是吧？热心人对，比较靠谱了啊。对对对，寻人家不寻我，那么我要负责任了。嗯，因为他比较仔细，就刚一。可能跟性格有关系，他什么事情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嗯，所以他用过的或者他走过的路，他反正自己试过一遍了，嗯、他觉得靠谱的这个人，就刚参观完去，啊，他介绍出去的话，这个灵芝特别好，就愿意分享，你刚放心，嗯，是放心，不要去走弯路。一直在外头拍戏，侬放心吗？一拍戏，侬会去视察了啥？嗯，探班了。探班吧，阿不达阿不达，这两年没拍啥，我就拍这边，去阿来上海拍。而且我就是就跟上午班一样了，拍好子，这个拍到天亮，天天上半天我就回来了，回来困觉起来就拍了。哦，搿三年没来开过上海。他也是挺恋家的，我也是。哎，一看就看出来恋家的。他恋家的，我们也蛮放心的。他现在也不会去很远的地方拍戏。大家晓得，要是他来北方这种老远的地方，也不用找成龙，他也不会去。嗯嗯。对吧？放出去基本上马上就寻我了。啊，是吗？哎呦，又搞错了，本来已经伤我，已经没伤我了。就是我放子弹没了啦。你对成龙在事业上有什么期许吧？对老公有啥个要求吧？要求嘛，觉得刚，我希望他可以接下来这个十年吧，希望可以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去演他自己喜欢的角色，去成就他的想成就的东西。反正我都是会陪着他的，会做他的最好的助力吧。嗯，老婆不要太表了好吧，感动吧，感动感动感动。那他这十几年的付出也是我能够看到的，
他与其说他觉得我像个孩子的话，不如说我更觉得他像个孩子。他我真的陪着他一起在成长，从他一个25岁的小女孩完全接受不了自己做妈妈的这个行为开始，一直到了现在完全为了两个孩子可以放弃所有的东西。这个很了不起的。太了不起了，就这十几年的陪伴，还有将来还那么多日子，我觉得我也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所有东西。哇，讲得真好，说到这我觉得忘了机会了，有的有道好的。哎，那么侬讲个看，自家对自家有要求不啦？有目标不啦？赵老师帮个老的，我真的没啥，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知足了，就是现在演到现在这个程度，从十六岁开始演戏到现在。包括两个小人在干好，至于说拍到什么样的角色、什么位置，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实际上，我觉着侬还是运气蛮好，就是搿几年好的戏、好角色还是勿断啊。局长他来聊，我讲完全是真的运道好。就跟王家卫这样的这个大导演合作，这个三年最大的体会什么？我觉得又是上天眷顾了我一次。又是这样的，又是去面试了好几次。面试的过程大概就横跨了大概3到4个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的试戏就跟实拍没什么区别啊。试了大概8个小时吧，8还是10个小时？试戏8个小时啊，就是就跟实景里拍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把整个把这场戏拍了一遍啊。我就叠上绑上干试戏。我哥从来没听说过，老人子老人。嗯，4号子刚到回去了，我就回去开始等，等那个等啊，没啥消息。那么我就碰我戏，我就哎，侬好再来下四场戏吧，我说可以呀、啊，我就去了，对吧？又去了再试。4号子一讲，侬又好回去了，我开始等，经历了大概4趟肯定有。跟侬耐心蛮好嘛，也是到临开拍前没多久，他们才正式通知我说我们可以走合同了。啊，定了你了，哎，我老给你了。但是嘉伟导演和后来专门把我叫去见了我一次，然后跟我说：“成龙，我知道你是一直演那个类型的角色，他说我的想法是，因为我试戏的时候是试了另外一个角色，哦、他说我希望你来演我剧本中的这个角色。”嗯，现在我演是导导，我讲啊，我讲我可以演导导吗？嗯，应该侬试试看。嗯。你看是不是试得好呢？你看侬就帮这个开一条路，我讲好呀，我就起来，我老开心。实际上跟他合作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你觉得嘉伟导演在现场跟别的导演有什么差别吗？我对他就是一个字，就是相信你。你说难吧也难，你说简单吧也简单，因为难在你不知道他要什么。简单到你只不用动脑，你就跟着他怎么说你怎么演就好了。我相信一定是对的。所以成片现在出来的所有的感觉告诉我们，当时的判断也是对的。你自己看过一些配音的时候看过一些、哦、看过一些自己的片段，但整个片子都还没看过。我只能说从来没有尝试过，我也没有想象过我可以去诠释这样的角色。而且有那上海味一样。还跟美国你的啊，老跟用上海味美国你的啊，非常跟你的。嗯，反正我是觉得我在每个年龄段最幸运的是，我都可以碰到很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一个角色出现。我觉得在国赛一部戏就足够说明问题。所以你这个按着上海人说，就有点狗屎运。我真的是是吧？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我们期待成龙这个新剧新的角色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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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